啊，可爱！哦，可爱！耶！啊，行了行了行，耶！我今天我跟大家看一个新的什么菜？第一次见面，初めまして。初めまして。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来采访我们Rakuten Girl的日本成员蔡依轩，さやちゃんさん。然后呢，因为我最近在开始学日文，所以二月开始学。然后我今天呢，就用我破日文来访问我们的彩江，幸好我都有翻译。如果我讲得很烂，他可以帮我翻译。どのくらい台湾に来てないですか？どのくらい？最後に来たのは2019年。2019？あ、2019。当时是三哦，三年？三年？四年？6年ぐらい。6年になって初めて。变成乐天桃园之后第一次。日本語で？はい。今回でここにやりたいことはありますか？やりたいこと。はい。やりたいことでもいっぱいありすぎて。美味しいもの食べたいし、野球のダンスもいっぱい覚えることもあるし、なんかありすぎます。啊，舞蹈舞蹈 ，the new members，you know the 这个 ，you know the 宋家祥 ，you know 你选谁？你选谁？多多多，我看看，哦，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一家さんのおの教え以外に他のスケジュールはありますか？スケジュール？はい、え、たった通常以内。通常以内は。中立夜市，中桃园中立夜市，也只有比你对星期一可以三天，你看看没？还也只有比台币啊，也只有也只有礼拜一回去，这么短，所以只来三天。他の楽天ガールと会う予定はありますか？会う予定は今。チバモテマリンズでビルガールを続けですか？いっぱい続け。今16年目。16年。16年。你不会觉得就是突然变得疲乏之类的吗？还是保有新鲜感的感觉？疲れます。膝が。嗯。膝が黒い。黒いっていうか硬くなる。还是就是十六年来就是膝盖会酸，然后就是变黑。哦，我后面那个都要跪着。跪着？为什么要跪着？因为说卖啤酒的时候是跪着。哦，后面。大体一試合寒い時三月のオープン戦とあと十。哦，所以膝盖黑黑的。台湾人が千葉県に行きなら、おすすめ、すすめの場所や食べ物はありますか？おすすめの、はい、千葉。番長さん。千葉番長さん。千葉番長さん。千葉我的棒球场。千葉海洋海洋棒球棒球场。一个一个一个。以外，哎呀，我是说呢，ディズニー。以外，以外，以外，以外は、吃的食べ物、食べ物、はい、食べ物、なんだ、梨、梨子、梨子。我は海鮮、海鮮、は、海鮮、海とか、九十九。因为靠近海边，嗯，对，然后有一个99里的。那个海岸线，哦，就是海产有名。那知道，如果去千叶县的话，就可以去千叶吃海鲜，然后去千叶棒球场，然后再去吃梨子，然后呢再去迪士尼。最後に台湾のファンに言いたいことはありますか？言いたいこと、はい。ちょっとでも。やっと来れてすごい嬉しいです。開心、大家、
で、はい、いっぱい私の笑顔で元気を届けられ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那之后彩香会每一年都会固定来台湾吗？そうですね。来れる時は8月はまた来る。9月、10月とかまた来れる。はい、一緒に来たい。好，再来彩香，カメラに向かって可愛いポーズを取ってください。可愛いポーズ。Oh yeah, oh yeah。え、難しい。何？あ、可愛い。耶！爱心爱心爱心！耶 ！OK。希望呢，因为最近有一个动漫叫《我这个孩子都是老公》，然后You Make Us， 你们台湾，走，我们可以一起倒数，来这边 ，OK 的。好，那我最后呢，就谢谢彩香来到我的频道，然后这是他的 Twitter 跟 IG， 然后呢，记得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小铃铛叮叮叮。那我最后呢，要带来 Pokemon 的歌送给大家，给大家。いつもいつでもうまくよくなんて保証はどこにもないけどおりゃそうじゃでもいつも本気で生きてるこいつたちがいるありがとう大家好，我是卡莉，然后我现在在台南新营的是，就是我今年第二次回新营吧，因为平常工作太忙。然后为什么我会回新营呢？是因为今天要来老家表演，是第一天，第一次以乐天，sorry， 第一次以乐天女孩的身份，外勤。对，然后就刚好是在老家，然后是我爸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乐天的场外的商务活动，商业活动。爸爸办的，因为我爸爸今年刚好接盐水狮子会的会长，就是我跟他说不要花这个钱请乐天女儿，他就说没有啊，爸爸今年当会长就是要介绍自己的女儿啊，我就说哦，是可以不用花这个钱，那他就是要，那我也没有办法，就来了。